今天我给大家来介绍一下我去年买的一个叫永生菊的，它今天开花了，实在是太可爱了，小小的花。然后它为什么叫永生菊呢？据说这个花你把它剪下来插在花瓶里，它可以三年都不会烂掉。可以听一下这个手感，你看像纸一样的，它现在摸起来也像纸做的一样。然后它的花骨朵也非常可爱，你看它是垂头的，像一个，我觉得像一个小小的钻石啊。我这一盆特别大的，我是你看把它混栽在一起了，就是一个口径特别大的花盆，我把它集合的种在了一起啊。这个长了好多花苞。然后呢，我还有一盆小的，就没有换盆的，这盆就长得不是很好，黄叶子太多了。我打算等一下把它换盆了。这盆也有很多花苞，有一个马上就要开了，推荐大家去买哦。这个沙沙的手感特别的有趣，可以听到，而且也不用担心它烂掉，就像纸一样。